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是2020年9月1号，星期二，农历是7月14。好，那么明天呢，星期三呢，就是7月15，中元节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啊，听众朋友问题。嗯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。你好。你好，师傅。我是1987年属兔的。87年属兔的，哦，是我像做梦一样，我打通你老人家电话，想都不敢想。87年，你想看什么奖吧？我想问一下，我得念多少张小房子能把我身上这个灵性操作走啊？师傅，我在看。漫长时间了，很长时间了，好几年了。是的，感恩您，师傅。师傅，我其实最想向您忏悔啊，我没有修好，我没有做到尊师重道，我对不起你老人家。肯定的。师傅，你对我恩重如山，真的，你帮过我很多次，我对不起你老人家，真的。你要记住了，是不是到关键时候都帮你的，每一次都帮你的，对对对，否则嘛，你这条命早就没了。要不是师父出面的话，那个灵性早就把你带走了。多少次让你自杀，还要我讲啊？是的，师父，我忏悔自己心中的怨气和嗔恨。我这地方太重了，这个地方。可以。你现在小房子念了多少张给他了啦？我一直念着的。我也记不大清念多少了。还要念。还要大概600张吧。600张。可以，师傅，我给念，我一定给念。师傅，我都尊重你老人家。念到不要，有时候你心诚则灵，念到一定的时候，比方说没有到600张之前，到哪一个节了，他走掉了就走掉了，听得懂吧？如果你不念，到哪一个节了，他不放过你，他就带你走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师傅，你看弟子今生有这个缘分，能追随你老人家出家吗？你好好修吧，看看有没有缘分了。有很多人都在登记呢，好吧？因为能够清修是最好的呀，明白了吗？师傅，我邪淫最重，太重了，我感觉我得把自己修干净了，才能有资格。对呀，有下一步。学淫是修心的大忌啊，听得懂吧？一个人邪淫太重的话，修心会出现很多业障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师傅。师傅，我以前貌似对你老人家很多不好的念头，我其实心中很自责，我特别痛苦，求你老人家能原谅弟子，真的不是有意的，有时候想不通，很难受。我不知道有一次菩萨给我说，不是菩萨给我说，还是谁给我说的？说爱之深，则之切。我师父对众生都是一样的感情，师父对众生都是一样的，师父不会记弟子的仇的，只是说弟子的经常有时候。不尊师重道，很伤师傅，你听得懂吗？是的，师傅。乖一点了，好好改吧，好吧。师傅对，师傅，我旁边还有个师兄，你能不能也帮他看一下？好，快点吧，一般只能看一个。师傅，你说吧，别耽误师傅时间了，你快点吧。没事。叫他讲啊，你讲吧，师傅。讲吧。不讲了，你看看就，我为什么读白话读不进去呀？我都学了5年多。学5年多，走偏了呀！你要记住了，学5年多，学10年走偏了也找不到。你开一个车找到一个地方，你学。
你汽车再好，你开不到目的地的呀，走偏了呀，听得懂吧？嗯。乖一点呐、啊！现在有一个人，我待会儿我会发给大家看看。有一个人也是的，练财呀，已经生癌症了，就是练财呀。他自己受报了，现在天天化疗放疗，他说就像在油锅里炸一样，所以千万千万不能功高我慢。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神通了。有灵性在身上还觉得有神通了，那你就更走偏了，听得懂吗？嗯嗯，好了，要有骨气，走错了嘛，重新跟着师父好好学。你见不到师父的话，你不能看白话佛法的。看白话法就是觉得这个白话非常好，就是就在那个、对呀、啊，就是那个，但是就是你的方向呀，白话佛法就是你们学佛的方向呀，好好跟着学嘛，不就？不会走偏了吗？不要自己搞一套干嘛啦？师父还在人间的，自己搞一套干嘛啦？每个人出毛病嘛，都是自己搞一套呀。听不懂啊？啊，好了，乖一点啊。好了好了，嗯嗯。哦，感恩你师父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嗯。啊，再见，感恩你。再见再见，好好修啊。嗯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，你好。你好。哦，今天是看图的师傅。是的，今天看图腾。哦，我帮我看一下，84年的那个老鼠身体看一下，感恩师傅啊。84年的老鼠是吧？对。84年的老鼠。啊，想看什么奖吧？看他身体状况。84年的老鼠。女的还是男的？男的。那我从上面看下来，颈椎不好，心脏不好，然后腰不好，有前列腺炎，明白了吗？小便不好，对，还有关节不是太好，嗯哼，好了，对的，记住了，对的、嗯，我跟你说的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要叫他改变的，要叫他改变，知道的，他这个，是他这个肝的那个状况怎么样？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啊。肝，哦，他肝硬化哟，而且啊，肝有点硬化，而且肝里边有一个小囊肿哎，肝里面小囊肿，这个严重不严重啊？那个师傅，小囊肿倒问题不大，肝硬化比较麻烦，肝硬化麻烦，这个严重不严重呢？还可以了，他主要。过去有喝过酒啊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有。啊，有一段时间喝酒很厉害。对。啊，你要叫他好好的改的，改毛病，而且过去还吃很多海鲜，所以这些都是业障啊。你要叫他不改的话，你告诉他不改的话，他这个肝会老化的很快的。哦，在这个放生给小房子要多少呢？那师傅，你帮我看一下。小房子先念65章吧，好吧。好的。65章之后，如果还不好的话，再念86章。哦，我已经把它许下来108章，还刚许下来108章还能念吧。嗯，好吧，放生要5000条鱼。放生要5000条鱼。慢慢放，好吧，条件不好，慢慢放，好吧，好的，还有师傅再帮我看一个63年的那个兔子，女的，63年的兔子啊，
对，女的。63年的兔子，想看什么讲吧？看身体状况。哎，人虚啊，记性不好啊，睡眠不好啊，掉头发。哎。对对对。啊，然后还有肠胃也不好，听不懂啊？肠胃不好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妇科也不好，嗯。哦，妇科也不好，妇科里面有，我看过那个，去年去动物查过有肌瘤，那么这个肌瘤现在还怎么样？我看一看啊，几年属什么的？63年兔子。有。哦，你现在吃全素了没有啊？我吃全素已经吃全素3年了。嗯，不行哎，你这个又长出来两个小的。又长出来两个小的。嗯，很小的。你自己第一嘛要干净，第二嘛自己人要，哎，人要干净了呀，要清修了呀，嗯。我已经清修已许愿了2年了，2018年我在观音、啊、对对对，我看一下啊，好、啊、那好、啊、那有个灵性，你有没有、哎、你有没有一个亲戚长头发的一个女的，年纪不大的，像三四十岁的女的，长头发的，长头发的，早死掉的。哦，有你那个早死掉，那我就不清楚了。那个，这个还不清楚。你的姐姐的孩子啦，或者你的妹妹的孩子，或者你的表妹、表姐的孩子啦。哦，这些没有了吧？应该我一下子想不起来。在你身上，在你身上。哦，那要住上小房子呢？哎呦，头发长的来吓人。56张吧。先念56章给他吧，眼睛不大的，眉毛细细的往下倒，嗯，好了。哦，那放生要多少呢？那师傅啊？2000条。2000条，哦。师傅，再帮我看一个小孩子呢。这个小孩子16年出生的，16年出生的，不知道这个是他是我们这个中国的年吧？是12月了。阳历是1月18号出生的，这个把这个孩子看一下身体。不能再看了啊，看三个了，太多了。几年属什么呢？16年的属猴子吧，是大概是农历中国的年还没过的，还是12月。讲吧。看什么？是看他的。直接讲看。嗯。看他的脑部，他脑部看一下，把他的心理脑子看一下。猴子是吧？不知道是猴子还是羊，我都弄不清楚这个。哎，脑子有问题哦，啊，它里边有器质性的问题。脑子里面。啊，有灵性啊！哎。有灵性啊。嗯，这孩子有问题，脑子经常。乱想啊，乱想乱讲啊，听得懂不啦？嗯，就不愿意跟人家多接触。对对、嗯。喜欢关在房间里，自闭症，嗯。还是那个4岁的小孩。看呀。是啊。小体这个脑，嗯。脑子做出来的动作怪怪的，有时候像动物，你去看好了。有动物的灵性在他身上吗？ 对, 对对对。哦，有动物灵性在他身上。啊。那你小房子要多少呢？160。160啊。嗯，赶快吧。他上辈子，我看到了，他上辈子是一个非常好漂亮的、非常帅的、英俊的小伙子，杀动物。嗯。他是怎么大种？他是打猎的，也不知道干嘛的。反正眉毛很漂亮的他，嗯，嗯，好了。那放生要多少呢？师傅，放生。放生380条。
380条。好的好的，好了好了，不能再问了，不能再问了。好的好的，谢谢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好的好的，再见再见啊，感恩师傅。哎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刘台长。嗯，请讲。台长好。你好。台长，哦，哎、帮我看一下1975年的兔子。75年的。女的。女的。好，看到了，你想看什么？我看身上有没有灵性。颈椎这里有啊，颈椎啊。谢谢你。啊，颈椎不好啊，颈椎很痛啊。嗯。对。嗯。要多少张小房子？看一下啊。先给他念49张吧。然后再加、嗯、再加63张。63张。这个灵性呢是晚上来，白天不在。好，行。好吧，还有哪里？还有好像腰也不舒服。我看一下啊。好的。啊，腰不行。哎，他的腰椎间盘有突出啊。有突出是吧？啊，而且他的尾椎骨也不好，尾椎骨啊。哦，就是尾椎骨就是坐了时间长了，所以坐了时间长了，他的腰就酸。站的时间长了腰也酸、嗯、对，妇科也不好，这是肉体病，这是灵性病是吧？灵性病呀，造成了肉体病呀。嗯，那这里也要多少小房子？还蛮多的，但80张，83。那多少张？83张。嗯，83张腰。嗯，还是挺好。嗯，好吗？83张。好的，那个妇科台长，你帮我看一下。刚刚我已经说妇科不好了，你没听到啊？你不好意思。啊，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妇科不好？给你看看几几年属什么的？75年属兔的。哦。哦，你也有肌瘤，你也有一个小肌瘤、啊、嗯，子宫肌瘤，有小肌瘤，嗯，问题不大，嗯，问题不大啊。好吧，你还有啊，你吃东西啊，吃东西啊、嗯、吃东西不要太辣呀、啊、嗯。哦，行，这个东西你这个人吃东西又辣又咸的不好啊。对对对，吃的又咸，你得怎么怎么？又咸又辣的话，你对你心脏都不好了。哦，嗯，行。你知道你这个人特别急，特别急躁，脾气很大，跟你吃辣的有关系，你不知道啊？哦，行，下次不放辣椒。哎，少放，听得懂吧？好吧。这个地方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一起吧，一起68张吧。好吧，68，83，63，49。你慢慢的念，你这个人念到后来嘛，就是脾气也会念好的。我学的不好，学了好几年了，都不好意思打电话给你。对呀、啊，脾气倔呀、啊，不是件好事呀、啊，听得懂吗？好吧。对，要给他钱，一定给。好。罗队长，你也帮我看一下，我1975年的兔子，然后我先生也是1975年的，那个这一次买了一栋房子，那个房产证没下来，你看看我这个问题出在哪里？哎，有一个男的，有一个男的瘦瘦的，你们讲话做事情那个不要得罪他，或者该去跟他。沟通沟通嘛，就去沟通沟通啊，听不懂啊。有一个瘦瘦的一个男的，管这种方面的，你们去跟他好好讲呀。好的好的。听不懂啊。他们这一次有60几户没拿到这个产证，我怕就是说对、啊、是卡在哪里。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。嗯嗯。
六十几户都没拿到是吧？对，都没拿到没念经的，不过就你一家没拿拿到了，你自己知道怎么做了。好吧，好的，这个要我许的是一千条鱼，然后二十一张解决咒的那个化解运气的小房子，然后是一万遍解决咒，还要加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蛮好吧，你念好了他就给你了。是吧？好吧，他们这一段时间都去闹，我怕我跟着后面去会受影响，不需要去啊。不要去了，你不要闹，不要闹。就把经念掉。经你归你念经啊，好吧，不要。人家说你叫你去闹，你跟他说我念经更好呀，把这个事情早点解决，菩萨保佑。我们信佛的人不闹的，明白了吗？嗯。好吧。行行。好了。好的。还有我那个佛台，我暂时都没有地方把它请出来，这个是不是菩萨有将近两年了没请出来，是不是也有问题？当然了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可是上一个地，你看看我住的那个地方，能不能把它，就是说先请进去？不行，没地方。你自己看吧，这房子能住不啦？现在人家给你住不啦？我住是住在那边，我那个地方就是说只能放在我房间里面，能不能放？可以的呀。先请吧，把菩萨请出来。你这个是最不好的了，请在家里不请出来是最不好的。好了好了，乖一点了，好了，没那么多时间给你了，好了，多多保重吧。好了好了，再见再见再见啊，再见。喂，你好，你这个是天了。啊，谢谢。麻烦师傅看一个64年的龙。他最近血压不是很正常，看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。不好啊，他血压不正常跟他睡眠有关系啊。对，就睡得很晚。而且睡得很晚，而且心里想的事情太多了，最近又有心事了。哦，是这样哦。他心脏没有问题吧？心脏有问题的，心脏右左胸。左心室的右边呢、啊？有堵塞呀、啊。哦，他现在吃那个中药可以吗？手发麻，他手发麻不知道啊？对他左手的那个手指中指也很痛。我告诉你，痛了已经是血管不通了呀，听不懂啊？师傅，他现在吃那个中药可以吗？丹参片呀。哎，丹参片也吃。已经跟你讲了，是复方丹参片。有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他有的时候这些中成药都是古代的秘方开的，经过现代的老中医会诊，认为这几味药好的才开出来的。你有的中医，你看看他很好，你这开的还不如人家古代的秘方吧？所以中成药是很好的一种药。好的，师傅，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呢、啊，师傅？哦，他，哎呦，我在他乳房上面的，哎，哦，他需要多少小房子，师傅？哦，他有点结节，小结节，靠左乳房左上面有小结节，问题不大吧，师傅？不要去摸啊，他摸得住快的。哦，自己摸得出来的，有快的，那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赶快吃，丹参片念64张小房子，而且还要念，而且还要念，消灾吉祥神咒要念1000遍，1000遍，那他放生呢？放生要放600条，600条，麻烦师傅看一下他的莲花什么颜色？1、2、4、3、1，哦，莲花在是在，好吗？很小，很小，哎，小的不得了。那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但是
还是要有菩萨保佑的。嗯。哦。嗯，外面有一层光环是颜色是很暗不好，也就是说，哦、如果问题出在哪里，等等啊。嗯，感恩师傅。哦，私心啊，私心啊，私心太重。哎、哦，就想自己的事情太多了，对不对？自私哎、啊，听不懂啊。哦，哦听懂了，师傅。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麻烦师傅看一下66年的马，看他的那个名字的声纹成功了没有？郑善玉，郑州的郑，善良的善，就是预备的预的左边。什么？最后一个字什么字啊？就是预备的预，预备的预的左边，郑善玉。啊，已经声纹成功了。他上次他是师傅，他梦到好像是菩萨告诉他要改这个名字，然后师傅呢就说就打电话问问题的时候问师傅，师傅说你做梦让师傅来法身给你开始一下看对不对吧，结果第二天就梦到师傅正法身给他讲了就是这个名字。感恩师傅，很灵的，对对，太灵了。然后他的地址证号码是2534，麻烦师傅看一下。最后一个问题了，不能再问了。对对，他的莲花2534，他想看一下莲花在哪里，业障比例，念经的质量。莲花还在，心太乱了，这个人心太乱，是吧？他业障比例多少？24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的，再见了。他念经的质量怎么样？小房子的质量，他念很多，每天。好的，好的，对不起，师傅，感恩，再见。那么自私，刚刚讲你自私，还继续自私。对不起，师傅，对不起，再见，师傅。嗯。喂，你好。台长，没有听到。你按开高电话，听不到台长。嗯。1956年属猴，你他讲不是什么问题。1956年属猴的。想问什么问题啊？啊，他的表不什么问题？什么听不见的，听不懂你说什么话呀？什么叫表后唇呢？表后唇是什么东西的？没有，他脚有问题。哦，脚有问题。啊。活海鲜呀、啊，叫他念往生咒，念1000遍。1000遍啊？他有没有灵性？没有灵性。会要念1000遍吗？当然了，啊，有灵性才要念1000遍的呀，你懂了吗？懂。他有，他还要多少小房子？一直念呢，小房子叫他念，先念63章。63章。啊，他还有其他部分有什么问题要注意的？其他问题留着你跟他讲吧，讲话都讲不清楚。好了，还有问题吗？还有81人属鸡，他有直肠癌，现在他还有没有癌细胞？上次给台长看过的。什么地方癌了？给他看看。直肠癌。直肠癌啊？直肠癌。哦，直肠，直肠癌，我来看看直肠癌。啊。现在他有还有癌细胞吗？男的女的啦？男的，属鸡，81人。81年属鸡的。啊。叫他癌报应，吃荤的吃的太多了。哦。现在呢？哎呦。现在我告诉你，受报了。现在地府的官把他的头都蒙起来了，所以他整天头晕晕的，头痛。哦。嗯，这对他有威胁吗？还是没有？你说呢？头蒙起来，接下来干嘛？你不知道的。哦，我们也是会去查呀，才讲。许愿是全数啦。哦。许愿是全数，听得懂不啦？哦，明白明白。记住我句话，以后就像这种不许愿是全数的，你少跟他问，你问了你会背的，我告诉你。哦，是哦，我最近的感觉好像背的很多。你呀、啊，你当然背了很多了，你、啊。哦，明白。现在他还有在讲，这个他还有想说什么吗？在讲他。别的没什么了，
要死快了还要什么？哦，如果他只能赶快许愿，吃全素，放生，两万条鱼。啊，两万条鱼。礼佛，礼佛要念三百遍。啊，礼佛三百遍，小房子。小房子，小房子要念180张。180张啊，他这里他这些更多吗？这个。八十一点几米，他什么听不懂啊？八十一点几米，他这个占比例多少？还要占比例呢？人都要死快了，还要占比例的？你稍微学会问一点好吧？啊，被人家下面的官头都蒙住了，你知道头蒙住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危险了，危险！如果他没有他。危险，如果没有往下跑，还不会那么怕，他就跑到下面去，还敢叫他赶紧啊念礼佛啦，说以后往西蜀造诸恶业呀、啊，我已经全部都忏悔呀、啊。好，明白。开什么玩笑啊！这妈妈命都要没有了，妈妈命，还要小房子多少张呢？好了。好。最后一个财产48年马女，还有他的丈夫是43年刘男，他是表情处，他问几时有孩子，几时会生有自己的孩子，自己去求吧，看的，念经不念经不念经 啊，修心不修心啊，停次了，什么叫停次了了啦？听不懂哎，是停次了，是素了的，他已经是素了的，念经了的。年金了了，吃素了了，他修的好了不啦？他修了好不好了啦？这个我听不清楚。不努力是没用的呀、啊。像这种叫他自己去求嘛就好了。哦，求台长还是求我？好了，叫他去求菩萨去。台长这种方面不帮人家。帮我也没有办法，什么还求男求女啊，求这种都是没有境界的，随缘吧，一切随缘吧。你修心上面多求求台长，我会帮你的。好了，台长能不能问一个问题呢？你人家看这么长的时间，你来问问题。一个问题而已，可以吗？你讲啊，什么问题啊？啊，没有，我的两个眉毛中间我。上次好像感觉到好像有虫在爬，我看自己没有东西，是我身体出了毛病。不是的，这个地方有能量体进出，这个不是件坏事。哦，明白了。好，明白了。感谢再见。好，最后一个。哎，喂，台长好。台长你好，身体健康，祝你身体健康啊。台长睡好吗？昨晚要睡好要喝多一点水啊，台长啊。台长想要问一个1985年牛的男孩子。85年属牛的男孩子。对，同学梦到他往生了，然后讲菩萨要收回他的命，请问是真的吗？85年属牛的是吧？对，是啊，不是菩萨收回，他的师父要收回他的命。嗯，然后请问台长，这个问题要讲给姐姐，他小孩子还小。他是男的。男的，对。几岁啊？现在？啊，他啊，85年，90多岁。你叫他少玩女人啊？没有啊，跟他讲少玩女人啊。你就告诉他了，犯了很多邪淫，不知道啊？哦，这样行不行啊？你要不要让师傅把他收掉之后再来审判他？可以啊，让他小啊，师傅很慈悲的，太小了。对，我是叫师傅很慈悲的啊。赶快吃全素。他已经吃全素啊，2017年吃的到现在了的。
念经念了，他已经念了，叫他现在他要问台长看他的几张小房子要放成几多。小房子要念220张。220张，然后就啊放生了。3000条。3000条哦。然后请问台长，他这个关数可以过吗？关是可以过的。可以过了哦，像感恩台长还有一个关子过了之后，我告诉你会有后遗症的，听得懂吗？我会有后遗症的啦。然后叫他不要不要，后遗症听得懂吗？我知道，后遗症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有叫他不要想这么多邪淫的东西了，可能还是想邪淫。对啊，会倒霉的，对啊，会倒大霉的。对啊，因为毕竟还年轻嘛，30多岁。对，但是你看你去看看他的肾脏好不好就知道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整天腰酸背痛的，你还要问我啊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喽、啊，肯台不用问了，台长都知道了喽，还要问这么多？好了，我感觉台长还要问一个王人，王霞妹，大赌王，彩霞的霞，妹妹的妹，2017年王生。三横王啊，三横啊。不是大赌王，下面上面供下面一个大赌王、啊、黄呀，姓黄的是不啦？对对对对，就是草字头一个田呀，两点呐、啊、不是黄黄色的黄。对呀、啊、黄色的黄不草字头啊。对，上面供下面一个油是吗？那是不是这样子？知道了啊，2017能往生。黄叫黄什么？黄霞妹，彩霞的霞啊，妹妹的妹。地府啊？在地府啊。嗯。哎呦，这样他还要几多小房子啊？还想。他业障很重的，他有杀业。他有杀业，他杀业很重啊。对。啊，他是啊，然后要用多几张小房子给他。84张，要念84张小房子。嗯，然后往生咒还要念，往生咒至少念300遍。啊，至少念300遍呐、啊。嗯。那么他要念礼佛大忏悔文吗？要礼佛大忏悔文每天3遍。啊，礼佛大忏悔文每天3遍呐、啊。然后 OK 来讲，还有我这个莲花29069，你的29069，嗯，这莲花不错，在天上了，在天上了，嗯，然后就好了啊，还可以问王人吗？最后一个王人就啊叫啊钟亚明。钟亚明，金字钟，钟馗的钟，雅啊，西雅的雅，明明白的明。钟就是一个钟的钟。啊，钟馗的钟对。啊，西雅的西，马来西亚的雅，明白的明。2010年过世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阿修罗道很高啊！阿修罗道很高，很高，还要念小房子吗？要，要念多几张来着？76张。好了，结束了。没好，可能是非常脏，这才导致你健康啊！好，拜拜。再见。嗯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好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